那个字变得红色的哎、欸，真的假的？哦，真的耶，这样子、哦、这样很明显哎、欸。哦，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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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定你那之后那个音效也会出啊，我觉得要改版是不是？耶、yeah, ，可以可以可以，有在改版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安安，呀，是安安。好，今天继续逃狱。今天的成员是繁星、他记、杰瑞。耶、yeah. hey. 欸，繁星呢？我们今天的杰克，克不见了，瑞来了。克不见了，克不见了。哎、欸，繁星呢？喂。哦，有声音。的逃狱也取不到。那等你吗？那你要先。等你啊！等你啊！等你呀、啊！我们可以来唱首歌，人生又来吗？断几根秋，不醉不罢休。所以你要去买蜂蜜柠檬吗？我正在喝。所以你是点蜂蜜柠檬来喝了？对。小，满二十岁的进去投票、哦。其实还不错喝哎、欸，糟了，有人被洗脑成功了，洗脑了。没关系，没关系，你不是台北市民。好了，好了吗？地名都忘了改。叫The Expedition。The Escapade。还你吗？监狱达人游戏，监狱达，监狱削马铃薯游戏吧？我还好耶，我其实不常削马铃薯哎，我都有记得点名。那就去多削几下嘛。我怎么家里那边还没开？我还没开房，我还在弄一下。你们那天这下哪张地图还没跑？还没跑完啊？我们都是跑新地图啊。剩、哦、中古世纪那一张地图了，马戏团也过了吗？马戏团过了，马戏团那一次过蛮快的啊。对啊，我刚刚过蛮快的。好了，我开房喽。好，开。好久没看台了，安安，安安，安安，我是新来的菜逼吧？这一生第一次被关。今天的狱友又变了，对啊，有些人成功逃出去就没有被关了啊。对啊，麦当劳员工会削马铃薯没有吧？他们经过都是直接就是一大袋的吧？对啊。好了，要了。问哈基最清楚了。对啊，对啊。他是被削的，被削的。哇，是说那个零零零零零。零什么？零零零零零零零鼠就啊！我就零。我有 DLC 的、啊，为什么没有衣服可以穿？你要去重新换过吧？我那天看就只有小丑那些而已啊，还是要玩到有解锁到才行啊！啊，我的角色我好怀念哦。啊点名了吧？点名了、哦，太久了吧？你们是还没出门呢、啊，还在那个、欸，你还要削马铃薯了你？开场削马铃薯，我迟到了，抱歉。马铃薯开局、啊，我出来，我完蛋了，我完蛋了，我完蛋了，马铃薯开局，开局马铃薯，我噔，哪有开局的、啊？开局马铃薯喽！在這裡我没看到这个路在哪里，好远哦！我怎么住三楼啊？我不要，我哎、欸，不是我四楼，我好远哦！我不知道路怎么走哦。我先看一下路，点名在二楼 是？怎么打起来？云月，你怎么了？一拳在打你？我只是开他的抽屉，然后被警卫看到打我。我的房间在几楼？啊！警卫不要！房间在四、哦、三楼，盖旧路。警卫他打了，你怎么打我？是谁？啊，先去读书了。刚开始就烧土豆。嗯哼，开场烧土豆。输了。我的狱友一开始就烧土豆了。
可以啦、哦、地下一楼哦你在地下一楼削土豆、哦、原来这是地下一楼哎、欸、哈基你知道吗、啊、你的房间在四楼耶哦Game 好好远啊管在哪左下角一楼左下角因为我房间在三楼啦哦这是三楼是不是哎、欸、右上角那个三哎、欸、拿宝石哎、欸哦、好远在我家后面开个门、啊你说在家后面开什么？开个门啊！哎、欸，今天有小雨。小雨。敢拿铁？哦，是你哦！我想说奇怪，怎么那小雨走特别快？我也没跑啊。我已经在餐厅等吃饭了。哦。想看完好光光。我第一个拿的第一的。带，嗯，餐厅在几楼啊？餐厅在一楼啊，一楼。嗯，哦，原来是餐厅哦。对啊，哎、欸，凡心没跟我们玩过这一张啊？没有啊。哦，就是唯一那一次没有跟你们参与到、啊。哦，就是刚刚是候补名单，对我今天被抓回监狱来。哈哈逃狱成功了，小雨跟杰克，杰克，逃出去了，没有叫错、啊，哦，这锅掉下来，然后换另外一个杰被抓进来了，嗯，蜂蜜柠檬好喝，到处逛逛，柯妈妈，柯妈妈，工作时间，工作时间。工作时间，二楼。工作时间，二楼，好。嗯，记一下，记一下。哦，工作好远哦。哦。躺一下。这个任务是要让喵哈丢掉这个，哦、算了、欸、算了，这个任务太难了。你们这个桌子有拿到过吗？嗯、什么拿到过？我喵哈跟鬼鬼的桌子拿过了。我直接把桌子放在那个有一个桌子，哈基有看到这个吗？啊，桌子在这个裂缝旁边，你裂缝缝里面那边那个吗？对啊，那个你过去它会直接掉到下一楼啊，可是对，不知道怎么过去。那个要弄钩子，哎、欸、我有哎、欸，我刚刚在鬼鬼抽屉拿到钩子加绳子，钩子加绳子变成钩索啊！对不起，我翻抽屉被发现啦！哎、欸、哎，对，这一关可能要先贿赂一下警察哦。他们很凶，他们很凶，凶巴巴哎、欸！我只是看一下也不行。啊！刚刚刚看过。哎、欸，手帕谁的任务道具？在闪闪，应该是只有你看到吧？哎、欸，可是我没有接到别人的任务道具也会看到。哦，那我的，那个三站的桌子在三楼。你的，对吧？感谢棒棒糖。我就是刚去找东西啊，被人家揍了。围殴。呀、啊，这里是二楼啦，欸、三站在二楼。小雨睡隔壁哦。哎、欸，你我看你瞬移耶，瞬移吗？我看你蛮正常的、啊，看你瞬移的、啊，可能是因为，你可能要先学会悟空术吧。没有，跟警察大人学。感谢七七七。哦，巧克力跟闪闪同一间房间。哦吼，哦吼。哦我觉得会打起来，会打架。打完仗，还蛮多地方要勾锁的。我看到一个那个需要勾锁的。嗯，是谁把违禁品丢地上被捡走啦、啊？啊，我是刚刚，不是我、啊。感谢凯文的礼物。哎，为什么你有凯文的礼物，我没有？等下你这样讲完，等下就过去了。为什么我也没有？哎哎哎哎！好，都给。
点名点名点名，又点名，不爱点名啊。点名二楼，好，点名点名点名，四楼，二楼哦。哦，法师抢工作，吟游诗人，我不要做吟游诗人。时空喵哈点燃火炬，时空。我想做马蹄铁要八十 ，OK 好。点名点名，馆在哪里啊？图书馆几楼？图书馆在一楼。一楼。看北七哦，整只是违禁品哦。是。是。拜拜。帮我剪一下，藏在你的那个吧。好。喂，我果然学会。啊，我被射了。哇，你跑出去了吗？地下。哦、差一点啊！锻炼时间，锻炼时间。等一下，人太多了，哪一个是那个、啊？气死！我要去医院，我要去医院划手机了。在哪里？汪汪在哪里？汪汪在哪？有了，锻炼时间，楼上。嗯，不要磨蹭，我在赶路了。哎、欸，捡尸。啊、哦，手帕好。谁捡尸？我看地板有没有，我捡个尸也不行、欸，你打我干嘛、欸？哇哇哇哇，好多人！我捡个尸体也不行。我看一堆人跑下去了、欸，哇！我身上有钩爪，还有锡箔纸。锻炼在哪里？欸、我锻炼在三楼，三楼，三楼。打。地楼不止。几乎都在这一栋啊，几乎都在这一栋，只是要一直上下楼而已。一楼好像没人说。啊！感觉像阿吉。我躲在淋浴间呢。你先过去躲起来啊！对对对对对对。嗯。对啊。嗯。上楼跟下楼图案。有。凯文Kevin过去了。他那个标示图案。有点。凯文。锻炼完还要上楼去淋浴，欸、哇！这搞刚盯着我，不要看我嘛！你怎么了？他怎么要盯着你？不是、啊，他说我正在盯着你哦。你长在哪里啊？快吗？就躺在床上啊。嗯，躺在家里床上也会很快啊。对啊，这是三楼。哦哦，他、哦啊、那个上下楼梯的标识有个不清楚的。该自由了吧？干还工作？你的工作分两段哦。有啊。有啊。可是，就是这种的很讨厌啊。嗯，就要一直回来这边。但是如果这种的，如果你有接工作的话，赚钱会很快。干嘛？我看工作嘛。看一看，拳头不要握那么紧。想打人啊，四处乱晃的吟游诗人的感觉好不错哎、欸。哦、oh. ，感觉四处乱晃就可以赚钱，好棒哦！锻炼跟智力，好，先去练智力。然后我等下跟你抢。咦？我要去马蹄铁，马蹄铁可以做特殊武器。哎、欸，走错路了，抱歉，我走错路了。哎、欸，不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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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现在体力多少啦？体力60，好像还差一点。我怎么一直听到我打架声啊？你在跟谁打架？哦哦，菜渣跟一拳在打架哦，好哦啊好哦。想说怎么一直有打架声？他的声音好小、哦，我调一下。调。喂喂喂喂喂喂，对，为什么比较小？咦、欸，你比较小，你才比较小。这样子嘞，喂喂喂，喂喂，干嘛？喂喂喂。应该可以了，洗澡再上楼，上楼再上楼。
这边。好，那个可以。嗯，为什么？来看看谁在做马蹄铁任务。马蹄铁，你有四个任务，我可以接了耶。嗯，我才想跟哈金抢哎。好啊，都抢啊，小啊，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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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都给你啊。我去滑手。我去旁边耍废。哦，他的临时长剑好帅哦。啊，那个要我现在去做那个工作才会拿到，是不是？他有个特殊道具要在那个工作里面才拿得到。哦，超级棒球棍。点燃火器啊！干什么？干什么？就移一下位置嘛，凶巴巴哎、欸，这样子比较好拿、啊。干什么东西？动我的桌子！